是龙头老大阿公的属相，四大母相，号称四大天王。不过这两个死了，第一个死者蔡京，外号金牙，35岁，3天前被一刀刺中身亡而死。第二死者曹周老，原名傅志刚，今天也是被一刀刺中身亡而死。那这两个死者呢，在阿公去世后短短一个礼拜连续被杀，我怀疑应该是黑帮内讧所引起的。目前只剩下红毛猪和响尾蛇，他们两个的嫌疑最大，会不会是他们其中一个聘请了杀手来铲除异己，想争夺龙头老大的位置？有可能。欧阳，我想知道法医的鉴定报告。根据法医的报告，潮州老被刀刺中的伤口呢，有6公分左右的深度，和金牙的伤口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致命伤是肾脏部位。更巧的地方是，两宗命案所用的凶器都同一类型的刀，所以我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。迪伦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同意欧阳的推测，这两宗命案有两个特点。第一，凶手在对付目标旁边的人都是用拳脚来制服的，就对目标才用刀。第二，凶手在干案时，他是等到目标旁边人最少的时候才下手的，可见他有多熟悉。干案前对目标是调查得非常非常清楚。会不会是背后主谋把死者的行踪告诉了凶手？很可能。从凶手的犯案行为来看，他应该是个很谨慎的人。可是他干案的手法太有个人风格了，而且他故意让我们感觉这两宗命案都是他一个人在做。至于他的目的在哪里，根本没有人知道。可能职业杀手杀人的时候都是要有 style 才显得比较酷。哎呀，你看太多电影了。好了，目前我们对凶手身份的调查有什么进展？ Sir， 我们已经根据迪伦的素描在案发现场查过，根本没有人看过一丝画里的人物。现场的四名目击者一致说出，凶手的行动太快了，他们无法认出他的样子。是啊，凶手行动太快了，太小心了，我们需要多点时间挖出他底细。凶手是快刀手。快刀手本名叫黄志强，32岁，男性，身高1.75米。3年前连续抢了几间金铺，还杀了2个无辜的市民，是个极度危险的通缉犯。没错，这个名字我听过，不过3年前也当逃到外国去了。Sir， 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开会。不要客气。各位，这是安小倩，他是新上任的组长，以后将由他来带领你们这一组，希望大家跟他好好合作。谢谢。这次的仇杀案一定会引起黑帮互相残杀的对抗，我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启示把黑帮一网打尽。一网打尽你也抓鱼也这么容易啊。快刀手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，如果在追查的当中遇上这个人，一定要加倍小心。我看呢，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出那个人再说嘛。好，大家明白吗？ Yes, madam. Yes, madam. 这里是你的办公室。恭喜你升级了。谢谢你，接下来这里的一切要拜托你了。我会努力的。你的手下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，要跟他们密切合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迪伦自小是个孤儿，犯案时头脑冷静，心思缜密，分析力强，特点是有绘画的天分，常常借词问出疑犯。觉得安小倩那个人怎么样？哇，很敏锐，挺严厉的，总是不容易应付了。好啊，干嘛说你好话？你喜欢人家？欧阳丽，跟迪伦在同一所孤儿院长大，身手敏捷，自信心强，
曾经得过全国射击冠军。缺点呢，是性格冲动，常有鲁莽的行为。要当我的上司，拿着真本事，要不然迟早被我踢出去呀、啊。谁踢走谁都还不一定呢、啊。哎，怎么回事、啊？对我没有信心啊？他第一天上任就能说出凶手是谁，看来他是做足功夫才来的。你以为他那么好应付、啊？哎，梅呀、啊，孙梅呀、啊，是当年出名神探孙立青的女儿，对工作有热忱，办事效率高，常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。他是怕你欺负他，说先给你个下马威。谁敢欺负他？你看他一副冷冰冰的样子。看，改次一定要把冷气关小一点，才不会被冻死。哎，怕他？哦，我可是重案组才貌双全的警花，谁怕谁？啊！大门，蒙天宝，沉默寡言，观察能力不错，只可惜信心不足。假以时日，可能跟迪伦不相上下。喂，你说 Madam 为什么那么清楚快刀手的背景啊？为什么他跟耿定凶手就是快刀手呢？难道他们曾经接触过？不用猜了，问我就知道。曹仲明，23年的警探生涯，经验丰富，办案时最有耐心，熟知以往发生过的许多案件，是个行动资料库。3年前，快刀手的案子就是 Madam 负责的，当时 Madam 部署了很久，原本有机会逮捕到快刀手。怎么知道突然出了意外，没人回来照顾伤者呢，就让他逃跑了。难怪他对快刀手这么了解，看来这个 Madam 可不是一沾省油的灯。没什么了不起嘛，凶手还不在逃。欧阳丽曾经帮警队破过不少的案件，但却常常为了要破案而做出忽视纪律的行为，你以后还是要看紧他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藐视纪律的行为发生的。潮州老二惊讶的地方全都被你抢了，吃得一干二净。你当我死了？有话慢慢说。来，先喝茶。最近我喜欢上喝这个潮州茶，这可是进口的上等好货。现在就跟我说清楚，是不是要跟我响尾蛇作对？当然不是啦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锅里反不是给人家笑吗？金瑶和曹州老一个一个死掉，你是最开心的。翔哥啊，我看我们还是要小心点，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。想杀我没这么容易。你的意思是金牙还有潮州老是我干的了？没错。难道就不可以是你们干的吗？谁不知道我响尾蛇最讲义气，这种杀害兄弟的事绝对不会是我干的。你再说一次是我干的，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呀、啊。你最好不要让我抓到你杀他们的证据，不然的话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梅伦，接到线报，快刀手藏在这里。